天我来到了五大连池，在黑龙江靠近俄罗斯边境，这里早上有-19°C。哎呀，整得我手都掉掉了。究竟有多冷呢？我手机用了20分钟就没电了。我穿了2双袜子，还是脚疼得很。我们来看看，这水面全都结冰了。全都结冰了。你说它冰层厚度有多厚呢？能不能站人呢？你说这个病能不能站人？我站人看啊，那是-19°C。我要往五大连池的东边走，我看我会不会掉下去啊？如果掉下去了，希望有人能来救。我想要怒放的生命，就是飞翔在辽阔天空，就像穿行在无边的旷野，拥有挣脱一切的力量。曾经多少次失去了方向，曾经多少次破灭了梦想，如今我已不再感到迷茫。